接下来等广告之后为你揭晓哦。 I found a love for me, darling, just dive right in, follow my lead. Well, I found a girl, beautiful and sweet. Well,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.在一起同居以后，我觉得我很开心，然后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相处都没有什么吵架，很有共识。然后这主要是那次去韩国的时候，去进去急诊室开刀房，让我们真的很紧张。然后那时候我有点害怕，我觉得说那个我觉得我那时候很想照顾，我很怕说会失去你。希望可以带给你很快乐的生活，我觉得应该是你的问题，那你愿意嫁给我吗？ 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